相当够呛。那么玩完了，我们是得吃一点住。那么接下来先找一个好一点的休息的地方。经朋友介绍，我们来到山后，看看这家宾馆，看看里头环境各个方面怎么样啊。朋友介绍来的。这是环仁县城内离这个正月公园不远的一家叫瑞新商务宾馆，看看里头环境怎么样。看看店面倒不是很大，看看里头环境服务怎么样。好，美女你好。你好。今天到我们店住一下，看看我们的环境怎么样啊。好的话给你宣传一下。谢谢。好嘞。大家看看啊，环境还是非常整洁的，床也非常的大，想必睡着也是很舒服。我们到环仁旅游的朋友们，你一天经过一天的劳累，你想想有这么大的大床房休息该有多么舒服，是不是？让我们美女大概的给咱们介绍一下吧。你好，我们店儿不大，但是呢，那个主要是讲究干净、历史那个服务。再一个你就是那个比较舒适，都是那个大床，都是1米宽的大床。嗯。这样就是针对一些旅游的客人吧，能够很好的休息。但是房间装修的不是豪华，是这那种比较简洁、干净的。也确实是挺好。其实我们的客人，玩累了，其实有一个比较舒服的、干净的咱们的休息的环境就已经很好了。咱们你看这个空调也都有，朋友们看，空调也有，还有这，房间有自己的 WiFi。那无线网络那是可以。哎呦，往这边对，大家看这卫生间也不小啊，看它，想必这卫生间的环境也是不错，还有这个热水器，这都是有该有的，也都有了，朋友们，是不是可以呢？价位咱们说不是最便宜，也差不多吧。这样，挺多来环仁的我的粉丝朋友们，如果你要想住宿的话，就直接加老于，老于给你位置，你到这个宾馆就可以。我会在这个视频的结尾把这个咱们这个宾馆的电话给大家留一下，希望大家光临啊。好，谢谢。小地方虽然不是很高档，但是非常干净整洁，环境还是可以的。看看我们早起呀，这是落地大床，这睡了一宿真舒服啊。看外边的环境也挺好，看看，早起了几位女士啊，还不忘了做这个太极拳，八段锦呢。那环境这地方是真大呀。凑几局麻将都没事，你看这宾馆的环境可以。美女，感谢咱这舒适的环境还有周到的服务啊！谢谢。这房卡给你，再见。咱们以后会经常光临。好。